包包走在路上，一名抢匪冲了过来，伸出手往包包背带用力一抓，不过女子迅速蹲下，就是这个动作抢回包包也让抢匪摔个正着。这段越南影片将女性民众遇到抢匪如何自保，东森新闻也找了刑警亲自示范，迅速蹲下用全身力气拉住包包，不只可以保住包包，还能保障自身安全。因为女生的力气比较小，所以你就可以往下坐，往下坐，然后让你的重心往下沉，然后让他的失去他的重心，快速蹲下将重心往下拉，就能让抢匪失去重心抢回包包。你发现有人在抢你的